全啊，这秦朝这个什么春花十里啊，这个我想挖坑，嗯，你看呢，有也总想有这个过来挖坑的都有啊、哦，真的学坏了，哪有？这个我是学精了，这个我这从坑里面出来的啊，就已经变成精英了啊，对不对？嗯，人都是在这个磨练中成长啊，是吧？这个叫什么来着？叫什么？吃一笔懂一笔啊，这什么来着？我忘了，这词真的，我这个词的话，我还是偶尔就记得一两个出来啊。更精英，对啊，这句话没毛病，更精英，这没办法啊，这你要想在这个坑里面，不想在坑里面这个。又在这个耕中啊，这个你必须得知道啊，啊叫啊，那啊，就是因为那个字我不会念呐、啊，叫什么一笔吗？那个是不知道念，我就大概我是知道这意思啊。啊，吃一站啊，长一次啊，是欠吗？不是账吗？账欠的同音字啊，吃一欠，长一次啊，明白了，下次我记得啊，永远就不会忘了啊。村长 PK 一场，这连麦一场，这可以哦，你叫我们 PK 一场，难搞啊，难搞过人家。女神哪个女神？随机来一个，你这。看你说的多么轻松啊，不吹了啊，连一下，哎呀，哎呀，我得找一下，哇，得快一点的，细水长流啊，是这么说吗？啊，对，细水长流。好的，我会经常回去喝粥的哈。随时恭迎啊，这个欢迎啊，这个大家啊，不是，真难搞。我可以做春花吗？那春花多不好吗？村里面这个春花越多越好啊，是不是？是吧？对啊，那我就回去做春花啦。嗯。没问题啊，必须啊，对不对啊？对，我们老肥村有春锅，有春草，还有春花，哎呀，就对了啊，这就对了。是这样啊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很多人都说啊，怎么怕什么分流啊，怎么这种，其实人嘛，你要用另一种眼光去看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那你喜不喜欢刘德华？喜欢张学友？是不是？喜欢。那你喜不喜欢我啊？是吧？不喜欢。那。哪能我喝水一下不喜欢不代表是啊，对不对？每个人喜欢的人他不可能说一个人啊，对不对？他喜欢的人多了是吧？他想套路我还好我聪明一点点啊，差点点就下坑了我谢谢今天淘气是吧？这个扎心哦，这个扎心。今天白跑步了，白跑步，明天还要继续呢。啊、今天跑一天就行了。啊、这个继续寻找这个春花十里哦。哦，原来你们刚才在寻找春花呀？难怪我一来就春花啥的。啊，对啊，对，不喜欢不代表爱，这句话说的、哦。不喜欢不代表不爱。哦。哦。不爱啊，对，哎，不是我说的吧？啊，对不对？这关我什么事、啊？他们说的呀，我是念里面的。那不是我说的、啊，这也不是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对我说的啊，你就会下坑给我。没下坑，然后那么多人，然后他们都下坑给你，啊、你就拉我进坑。哦，太难了我。啊、对不对啊？
这没，这不是我啊，对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好的，好的啊。好的，好的，淘气啊，感谢，感谢。没啊，咱们这个多认识什么了？对对对，我能认识全网的主播，那我更好啊，是不是？嗯，这是我的游戏嘛。这游戏啊呀，对不对？不管你是什么小主播、大主播什么什么的都可以，是不是啊？对。那能我能认识那么多人，那我不开心吗？我不快乐吗？是不是？嗯嗯，多一个人啊，我多一句话啊，真的说扎心。嗯嗯，不扎心的，明天继续跑步去。嗯、但是你们啊，你说这个，你叫我脸的话，你得给我个时间，这样一下子你给我来个十个人，我怎么搞啊？对不对？那我只能四连呢，连满屏去。就是啊，对吧？也连不了满屏、啊，我也想一下子连完了，是吧？哎呀，这个。我直接叫他来我家好了，一到晚上一起聊。来这里坐着围着聊，一个那个屏幕里面就装满了啊、哦。然后就用我的来开播就得。一人唱一首歌，我跟你说，一人唱一首歌唱一年了啊、哦。对。都不需要我唱了，这挺好的。我跟你说，谁每一个人都懒呢？嗯。村长看到美女流口水是吗？哎呀，难怪我这个旁边有一块毛巾。没有，我不是看到美女流口水，我看到她那一杯水，我流口水，我想喝水。哦，这样嘛？对呀、啊，那我这半天呢，我这毛巾都不知道喝了我多少斤水了。毛巾都喝你的水了。对呀、啊，毛巾都把你的水喝掉了是吧？那就没办法啊，这个是吧？那咱开心了，这个。就像我们今天晚上去这个去玩一下，跟这个朋友一起去一下也是一样。对对对，本来开始去的话可能想喝一杯水啊，嗯，但是去到那里聊着聊着这气氛来了，你说那你要不要水就改为酒了是吗？来不来一下这个52度的52度一碟的酒啊，对不对？这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就像我那一次去一碟那里，本来是不想喝的，然后闻到那个味道，哇，真的好想来一口，然后一口不行就来一杯。所以人就是都是这样啊。对对对，